众观众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凤梨 Play Online Play，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九妹。今天不得了，是青春洋溢的一集哦。我们这边特别的邀请到了相当青春洋溢的这个来宾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大玩 Wings。欢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gs。哇，你今天还穿这个高中制服来？嘿，对啊，没错。哇，只是我的学号比较特别一点。你也穿的？没有，我们其实上礼拜制作人就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穿制服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些高中以前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九妹她又忘记，因为她本身的心不在我们的节目上，所以她今天又穿的跟平常上节目的一样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退心的退心，因为我念的那个高中比较自由，所以其实我们平常都穿便。你就直接说，还是你是国外高中毕业的？对，我记得有些高中是没有制服的。你就直接说你是家长会会长，然后家长会会长都看起来是有钱人又很聪明，超级有钱，你就是啊。我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。我吃这么胖还不有钱吗？如果大概很多很穷的胖子来留言哦，对不起，没有，对，就是忘记了啦，忘记了，对，忘记。不是说要说好我穿不下吗？没有这种事情，我没办法骗观众啊。好吧，那你的好吧。可是我必须要跟帮九妹澄清，她真的很自责。他刚刚就是一直在那个休息室说怎么办，我没有穿高中生的衣服。因为我昨天真的忙到太晚了，然后我的那个其实制作有提醒我，然后我大概半个小时前才看到，夸张。因为你知道 LINE 的讯息会一直往下挤，对。然后我就在处理，我今天起来我在开始处理上面的事情，然后处理到差时间差不多，还有剩下一些没处理，我就出门来录上另外一个节目，隔壁棚的《史马特生活》。然后录完《史马特生活》之后呢，制作人就说：“啊，你的制服嘞？”我说：“噔噔，晴天。”你刚在后面休息都快哭出来了，我竟然没带制服，我真的蛮少这么难过。没关系，今天就当我们的家长就好了啦。好啦，我就当你们两位的家长了。今天会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三位的高中故事、高中回忆。对，在聊高中回忆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跟大家讲，请大家帮我们分享一波。来，ET News 游戏云哦，注意喽，是游戏，是游戏云哦。然后呢，现在在游戏云正在直播嘛，按下分享这个按钮，然后选撰写贴文。那你可以，如果是个人，就可以直接撰写的。那我要用粉丝页分享，所以我就按我的九妹，然后就说今天有大玩，今天有大玩。好难哦，像单手打字。其实你要打什么我们都不介意，反正请大家就是多多帮我们分享，让我们节目更多人可以看到。是的。好了，就大碗好了，我不想选碗了。今天有大碗，你的碗字是哪个碗、啊？对。好了，请分享。对，好不好？今天大家一起来看我们节目，看一下大碗在他高中时期做过哪些八七的事情。我很久没有看到 Wins 了、欸，真的。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大碗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那你记得吗？还是其实你也不知道，只在那边装得很熟一样。我当然记得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之前的另外一个节目有采访过他。哦。然后他叫大碗，是因为他曾经有一次跟好像观众打赌吧？没有，那是因为某一次的世界赛，我打赌 AHQ 对我那个打赢 TSN 这支队伍，我叫cosplay 佛丽莎，对，正常是 cosplay 成女装或是什么全裸，或者是吃屎，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刚好那个七龙珠的电影版出来，然后说佛丽莎，我就哇，黄金色佛丽莎好帅，我想哎，那就 cosplay 这个。所以你扮演一个很帅的，到底要干嘛？我没有啊，就是他没有很帅，你看佛丽莎长怎样？你知道佛丽莎这边打脸的那个啊，哪一个、啊？白色跟紫色那个。对，然后三段变身那一个，对的那个嘛，没有，对，他对啦，他是很有名的反派，好不好？他就是每次喜欢他，他就会用漂浮出来了，哈哈，我是佛丽莎大王，你孙悟空完全赢不了我，然后被打脸，五秒钟之后就被在倒地上了，他就被砍掉，就因为这样睡觉。然后他 cosplay 成佛丽莎那一次很有名，是因为他真的全身穿白色紧身服吧。而且我还自己化妆，我自己在那边买那个广告颜料在那边涂，因为他中间他那个角色中间是紫色一条线，然后我脸全都是白色的。哇，真的、哦。然后那边 cosplay 开始逛八小时，哦，累到爆。你还蛮有生，但很快乐。我觉得那八小时是我最燃烧生命的一次的八小时。早上我们今天就 cosplay 就好啦。而且没有他那次直播，我觉得最好笑是他不止他人物直播，他用了人名，他用了游戏 ID。你叫什么？叫我佛丽莎。然后你的就是他队友，他队友都是一些台湾最一流的选手，然后都取那个七龙珠叫什么名字？好像西门是不是可以一起排？对，西门叫什么悟空，然后 BB 叫什么普乌之类的。就是台湾最强选手跟他一起排，然后那场有没有破万？然后八千一万吧，超多人看。那天好像我忘记，应该八九千吧。对，很多人看。对，所以他从此之后就被叫大碗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因为我本身发音比较不标准，我本来是要练另外一个魔王的王，然后变成丸子的丸，对，大王变大王，对，我是佛丽莎大丸，哈哈大丸，对，所以因为这样叫大丸对，大王，对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，就是要讲高中时代。
然后说到高中时代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在场有一个人高中时代就是王美，所以刚刚我也知道这个，我有一直分心在看旁边的那一位，没有，看屏幕怎么黑色了啦？哎、欸，真的讯号没了，讯号没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高中就是王美哦？对，我高中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在网络上红了，这样子。那个时候就是虎牙妹嘛，那时候叫虎牙妹。你是先上我猜才红还是？我是先红了才上我猜哦，所以是我猜，就是他们跪着你，你才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就是就问我要不要上节目，我就给他们80万。哦，你就开价吧，你给他们80万，他说谢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节目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花了80万上了那个节目。因为我昨天呢、啊，因为我昨天在看杰林的直播，然后杰林因为有人问杰林什么时候存到第一桶金，我真的吓到哎、欸。高中这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讲、啊。杰林直接讲说他20岁就存到第一桶金，我20岁就存到第一桶金，然后。是真的很夸张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算有钱，可是我20岁真的是一个超级穷人。大概真的要你要等到25、26最近开始赚比较多。我觉得男生大概可能25、26还算早，男生应该27以后，就26、27，因为你假设你有念大学，然后假设你又有当兵好了、嗯，其实你出来工作可能23、24。哦，对，而且大学其实学贷如果真的你还要去缴清的话，你第一桶金又要延后。学贷也要四五十万，对，很贵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那时候因为我从高中就没跟家里拿钱过，嗯、我就是自己半工半读，然后自己付自己的学费。然后也有学贷，可是因为我红的比较早，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网拍正流行的时候，那其实那时候线上的网拍就是比较红的没有几个，所以我可能就是比较便宜，就大家又愿意用我这样，所以我就几乎每天工作就是早上就是拍照，然后晚上就是去上课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钱存得很快。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网拍的 model 就是你。那时候就是有几个都还蛮红，那时候像Amanda 也是，现在也还很红啊。Amanda 她的艺人Amanda演戏那个，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啊？阿曼达？不是阿曼达，叫什么啊？我有点忘了。阿凡达？不是啦，他也是现在还留在演艺圈很红的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大概一天的收入，拍完照片一天大概都有8000-1万。8000-1万？对，因为你要听我们一个小时可能大概1000或1200，然后我们可以从很早就开始拍，然后他拍6到8个小时。他是算终点的？他是算一个小时的，然后一天就大概8000到1万，然后可能可以拍一个礼拜拍5天。哇，真的，所以我这样存真的哎。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如果你是一般圈，你要帮人打工，你时薪那个我就才70-80块。对啊，那个时候8000-1万是不是可以买到大安区一瓶就是8000-1万啊？哦，你说我妈那时代是不是？还是我阿舅？这个有点夸张啊，你有点夸张啊。大安区一瓶8万，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在网拍上面看到你在卖衣服，然后里面的 model 是你，我们就知道是库存货，是这样。欸、就是很早之前，最近没有拍了吧？因为那个叉州，他们说什么卖的不好叫叉州，然后卖的很好叫丢州。哦，丢州，丢州，叉州就是那就如果你还看到现在我的照片那边，然后两颗虎牙这样，应该就是叉州，就是有剩。库存这样子，对，有库存没错啊。周小涵啦、啊，哦，周小涵那时候跟我是同期的，然后我们是同一集我猜出来的。哦，同一集哦，哇，很有缘分呢，很有缘分，对啊，蛮厉害的。那你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就有大量的自拍。那时候其实拍照还没有这么像现在不流行自拍。那时候好像不流行怎么自拍哎、欸，所以因为我找人帮你拍啊，不是我，对，我会红是别人帮我拍照，我就抱着我家的狗，然后我就站在公园很怂啊这样。就这样就红了，所以不是你自己拍，都请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的，也都不是，哦、都不是，是一个啊、哦，我记得那时候是我高中的男朋友帮我拍的，就因为我们一起养了一只狗这样子，然后就在公园里面，然后公园也是很丑，墙壁都黑黑的，然后就上传到那时候还是 PC Home。我、哦、还比无名更早、啊欸、，PC Home 更早，对，更早。PC Home 我开了一个相簿，然后只放那一张照片，只放一张，一张就红，一张就开始被扒了，对，挖出来，因为可能那时候比较没有人叫什么虎牙妹这种名字，就这样就红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经营无名，对，后来才开始经营无名、哦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无名时期有开始自拍吗？还是都无名时期就非常多自拍啊，非常多自拍。嗯，那我们因为我今天特别要请你教我们自拍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臭男生嘛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女生自拍其实还蛮多。自拍有没有什么绝对要教我们？就是可以把肥宅拍成成武。可是我觉得自拍要好看、啊，这个有点难吧？这个难度有点高。直接上传这个修图吗？你能把你修成金城武的话，介绍一下给直接上传别人的照片。不是自拍要好看的先决条件。就是你要长得好看、啊，那有那个内建瘦身那个瘦身系统吗？那其实我们还是有点机会、啊，有机会了，有瘦身就有机会。而且其实潜力，其实不是现在蛮有型的，他很像，他本身是个帅哥、啊，他很像韩国的帅哥欧巴、欸。你知道他的眼镜很加分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80分都是眼镜，20分是本来就。那你把眼镜借我戴一下嘛，会不会我戴了也变超帅？来来来，戴一下，眼镜戴一下，不会啦，哇。
阿公哎、欸，阿公你被跨爆炸了！阿公你被夹夹到，另外是被夹啥？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感觉眼睛很小。我觉得我戴金框很容易像变态、欸，变态吗？你不觉得吗？还好吧。但是 我觉得应该大家比较习惯我戴这种长型的，这种看起来比较不变态一点。黑框比较像一个会读书的人，比较像是一个文青。对，文青。所以现在就要请你教我们怎么自拍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用你的手机示范吗？还是？可以啊。哎，我们有要插镜头吗？还是不用插？不用插、哦。可是如果可以插的话，插了就会可以给观众看，不是吗？對不插 是？好 好, 好、哦。所以我要。帮他们拍吗？还是自拍？每个人拍自己的拍照，其实好像。那我们先示范自拍。自拍其实就是有些女生会稍微的把那个镜头压低，因为这样脸会看起来比较小，有吗？你有看到吗？哦，这个角度很专业、啊。对，但如果你看放平的，就会有没有？嗯，所以就放有一点点。放平的看起来比较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看起来很像高中生呢、欸。对，而且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当有一个女生，然后比较用那个视角这样子往上看，你会觉得她很萌哦，对不对？男生会有那种就那个角度，对不对？会觉得好像女生在崇拜你，所以女生拍照的时候都会多少会稍微仰角，然后会侧一点点，因为侧一点会那个就是纹路会比较出来，下巴的痕迹，然后就这样。就是一个斜角度，然后就可以看起来。欸、不错、欸，自拍真的也是一门学问。那换我们，你来指导我们，你来指导我们自拍。好 ，OK。那谁 ，Wins 现在是你先？好吧 ，Wins。哎、欸，我先好，我先看。所以我的角度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你不要像那个台志远台先生一样很怂。台志远先生拍照都是这样，他都看不到，然后一定要两手。因为他你是说他脑花，脑花眼吗？他脑花，而且他不太会用一只手拍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手拍照很难，因为我觉得手会抖啊。对啊，一定要左手辅助拍比较好拍。你为什么这样子拿着很 OK 啊？什么会？我觉得拿 plus 很难、欸。我觉得手会有点抖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你看，像我拿的话，我觉得你看我会很难拍，然后我手会。你手不要伸那么出去啊！你手伸进来，然后这样压低一点，然后脸脸侧一点点、欸。其实有点难呢、欸，这样吗？你再侧一点，然后往下压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再回来一点。好，你按。好。还蛮帅的、啊，这看起来好像屁孩、欸，这样有点像阿神哎、欸，这样哎、欸，这样不就是很像那种高中那种文青吗？有点像阿神哎、欸，然后抛文抛一些很中二的名字，很中二那一种，那跟文章都不符，对不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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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？狼若回头，不是报恩就是报仇。真的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换你，换我。你要用一手啦，好，不要用两手。欸、你一手其实真的，一手你要，而且一手好像不能用旁边拍，因为会卡到。按这里吗？对，一定要按屏幕，然后等一下，嗯。然后你是不是有习惯另外一只脸另外一个脸啊？你是不是左脸颊？这样。然后对，然后往上看。哦。笑得真诚一点。真诚，我很真诚，很真诚，真诚，很真诚。这样真诚吗？可以拍。可是因为九妹是属于那种她因为她没下巴，所以她会比较吃亏。没下巴。我是有两个下巴，好吗？还行吧，还行吧，還可以啊，还不错，看起来年轻的不少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自拍有困扰，就是因为我跟你拿一样的手机啊，然后我常常自拍，然后就习惯用右手，大拇指一按，然后就变成观音幕，什么都没拍到，什么哎，欸、怎么直接关起来、啊然后常常有那个，有时候跟来宾合照，他们来合照一张，然后就这样，我们两个看着一幕像一按观音幕，好尴尬、啊，超级尴尬。然后来宾就是怎样，他在整我。可是为什么你们不直接按下面这个home键？我觉得下面按会比较，我觉得手、那个、下面按很稳、欸。可是我很习惯按侧键诶、欸。真的假的？你看下面这样一按就拍啦。嗯。而且我觉得我手会卡卡的，按的不太习惯。哎、欸，那除了这种基本的基本款这样拍，还有没有？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，或是我们拍照的？手势或什么的手势哦、喔啊，我觉得男生的手势就是教男生都不会。比如说叫男生比一个耶，你们两个先比一个耶看看。哎、欸，你看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很尴尬哎、欸，很尴尬。男生我觉得比耶很尴尬，大多都比赞吧。比赞，你是想去参加工商剪彩啊？赞超像政治人物，没有，我们就是这样。哎、啊欸，你是参加政治人物还是这样？我这样。可恶。对啊，因为男生都会很像那种就是。不然呢？因为我觉得比耶搞不好被人家说什么你是娘炮干嘛的，压力会很大、啊。可是比赞会很像阿北、欸，然后比无名指，就有一种霸气。但其实不是娘炮跟阿北比起来，我宁愿选择哦。那现在我们说韩流的帅哥，他们都会比小爱心，那你们俩比比看小爱心。哎，超不自然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两个一起比个大爱心试试看看。好，大爱心，大爱心，哎、欸。
好恶心，好像两个变态啊！这个画面好像很不舒服。还有那个 friend zone 啊，就是你要跟对方比爱心，你跟他 friend zone， 你要比爱心，然后杰林会比，你会比爱心。我要这样吗？杰林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杰林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好啊，好啊，耶！好尴尬，好受伤哦！啊，中间这个力，中间这个力很脏。哎，可是球面有一招很厉害哦，他可以反制我，你还记得你的反制吗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，那你现在当女生。好好好，好。九妹你好，请问可以跟你就是拍合照？好啊好啊，来来来，一二三。对，我都忘记了，你要不要把手握住？握住。把女生的手握住，女生就会瞬间这样很尴尬，不要尴尬。要站就一起来站，合体站，最后搞不好受不了，还是跟你比爱心吧。哇，就赚到了，是不是？直接告你。对啊，男生好像对于 pose 好像比较不在行。像我们是要利落一点还是怎么样？就是你要比，就是要很开心跟他说，我就是很开心的耶这样子。那比爱心就是很就是一个态度，一个就是一个爱心啊。这是一个爱心，你一个爱心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欠你钱，你不用这样对我吧？人家拿钱，你先拍一下啦。你看这两个就八加九，真的蛮像八加九，对啊，这样过来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心房。我觉得男生都会耶，多少都会有一点，就是不太敢，就是会尴尬，会不太敢比出来。那所以说，韩星男生都是一直在镜子前面一直这样一直摆 pose。我觉得应该训练蛮久。我觉得现在他们那个环境可以让他们这样。我们正常男生真的，尤其是台湾的男生，我们的华人男生都被教养说要有男子气概。男子气概，那男子气概的拍照方式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昨天跟馆长都这样拍照，这样。馆长是因为他练很壮，他的胸部掉不下来 ，OK， 他只能这样的。我们两个好像都是粘在一起的脂肪。你们两个看起来很弱哎、欸。再等我们两年吧。很弱、欸。我在练，我快练起来了。我也快练起来了，真的。我听他讲了大概三年了。有啦，这二头有没有感觉？有感觉，有没有？是摸起来好像还是骨溜骨软软的，只是白白啊。我是觉得九妹的问题是先把你的胸肌练硬一点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她胸部很软、欸，真的吗？很软，你要摸一下。可是现在摸不会被禁吧？不会啦。可是好害羞、喔。你稍微搓一下。我觉得我最近比较硬了、啊。好，让我搓一下。好，我有结实，有结实。有吗？你不要出力。最近这看起来不太一样，看起来应该要更软，但是摸起来其实还好。不是，摸起来其实有点硬度的，是有一点的。没有啊，软软的、啊，哪有软软的啦？你不要摸最前面的地方啦、啊！在前面还没练到，他胸肌不是整体都练吗？他是从下面开始练，练到这边已经很顶了。哦，是啊，这边但是比较晚练到啊。哦，头比较晚练到、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等到我头也硬了，欸、可能就是乳癌了啦。那就不妙了。我在这边问你说，头那个地方怎么练？没有人在练头的吧？就是好像没，他有吗？你肌肉很大块就可以顶到那个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因为我昨天在访馆长，我偷瞄他一下，真的是整块都是硬的，真的、哦，很猛。他全身上下应该都是硬的，全身上下应该都是硬的，真的假的？因为六探他最近他也是狂健身嘛，然后他就说他不管怎么练啊，他的胸部的头就是软，然后就是下。就不开心的样子哦， 对，然后我就一直想说，到底那个地方是可以练还是不能练？还是练的方式错误之类的也有可能。他也是有教练带的啊，有教练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不然就是可能要减脂。就是对减脂减的不够，对对对，因为你知道健身分成健力跟健美嘛，啊健美顾名思义都是很帅的，就是可是有一些健力选手其实长得就像是粗犷的中年男子，他其实很有力，而且有些肚子是不是他肚子是肥肉？对，有一些其实他你看他什么硬举、深蹲都可能有100公斤，都还蛮厉害的哦、喔，但其实他的身材可能跟我差不多，他真的就是你外面看不出，就他还是有些脂肪盖在外面哦，所以不太一样，所以你讲的那个应该是健美，就是我们要，然后其实也要瘦了，我们不够瘦，其实肌肉要很大块，就是一定先从减脂开始。其实不简单，我觉得，因为他们之前一直说很多，不是很多女生说什么担心健身做一做，然后就会长肌肉，其实长肌肉超难的。这是真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，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些长肌肉才会比较好看，对啊，线条线条才漂亮。还有那个背部嘛，女生要练背部，就你有没有那个曲线的话，其实那个会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对，这是真的。好，那刚刚教完这个我们的高中生、年轻学生的自拍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是我们现在。我们的这个 ET News 的 APP 有一个活动，对，就是也是跟高中生有关系的。现在高中生真的是，其实他们的生活还蛮丰富的。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高中生，就是大家就是苦干啊，然后看书啊，要不然就是下课是做工吗？不是，就是苦埋头苦干看书，要不然就是顶多就是下课跟朋友吃个宵夜就回家了。对，他们现在竟然可以自己创作校歌。哎，我觉得高中做校歌很厉害。我们打开 ET News APP， 那这个是即时性，你按左上角。
好，然后就会出现这个蛮大的高校毕业歌人气票选。人气票选现在是各个全台湾各个学校在票选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名是谁，我们来放第一名的歌。我们看一下高雄女中，雄女不得了，29,000票。哇，我看一下，还有其他像很多都有啊，什么，还有上海台商子女学校，好，上海，还有桃园高中，很多哦。然后像这个大同有23,000，嗯，大同是男女合校。大同是不是台北的学校？对嘛，对，大同是台北的学校。哎，建中有10,000票。哦，那也很高哎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往下滑，好像也有20,000多票，有25,000。道明，道明很有名、啊。对，都是高雄的学校。道明是不是有点贵族学校？也其实还有，他学费虽然偏高，但也没有贵到，没有到非常贵，就贵到一般人读不起这样。主女23,000。主女，哎，成功29,000，哎，谁比较高？29,590。雄女是多少？雄女高一点点，是不是？雄女297。那我们先来听一下雄女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导播帮我放雄女的歌，我们来听一下雄女的毕业歌曲。这是他们学生自己创作的哦。谢谢你给我的温暖和包容，你从我生命经过受挫煎熬，祝我要从此好好的过。往远方去吧，我就坐在旁边了。哎，熊女就在你家隔壁。对，熊女在我家隔壁了。那怎么没有念啊？对，熊女不收。哦，是对，不收男生。有、欸、没有听说好像音乐班不？哎、欸，应该没有收，应该全都女生。嗯所以，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高中写毕业歌跟，因为你知道大学也会，大专院校也会写毕业歌。哦。高中写毕业歌跟大学写毕业歌，我觉得比较不一样，是其实心情不一样的。你看我们高中毕业去大学都很期待，超兴奋的嘛。对。因为这你玩4年。对对 对, 對。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，你再拼一点，上大学就可以玩喽。高中绝对要拼一点。对，大学就可以交男朋友了，就可以交女朋友了。大学之后，哎、欸，你等你出社会之后交男朋友、啊。等你存到第一桶金就可以交男朋友了。等你买房就可以交男朋友了。然后发现了回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已经35岁了？哦、好尴尬、啊，就但是我觉得大学的毕业的心情会比较彷徨，尤其是台湾的就业市场很烂、嗯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雄女的看得出来他们是蛮期待的那个。对，而且其实他们是雄女的学生普遍他们成绩都蛮好，他们都是很用功在读书，还有多的时间去准备音乐。雄女算是台湾南部的女生的第一志愿，第一名，对，她第一志愿，她第一非常优秀的学校，厉害哎。对对，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高中的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高中的生涯。嗯，问是高中就开始打电动了吗？对，其实我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本身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到很爱念书了，但是我那时候下课要么就是打工，要么就是打去网咖。就是还蛮，还蛮 free 的。可不可以讲快点？那完蛋了，我要阻止你讲话。那你回家要打，回家好好念书。哦，打课本，对对，打课本，对着课本。对，这个顿点那是怎样？没有了。那你玩什么游戏？没有，但我游戏哦，游戏其实那个时候还蛮疯，像魔兽争霸的。哦，那时候什么？对，魔兽争霸它本身有什么三国系啊？对对对，那个其实那时候超多人在玩。真的真的，嗯。啊，杰里呢？你高中除了当网红之外？我那时候当就是，然后在学校就是算是比较知名人物，所以我也是念那个教官班啊，就是被盯的吗？就是被盯的那一个班，就我们同年级有2班比较皮，我们是其中一班，所以就是常常我们就是给教官带，所以我们班就是教官不在，我们就会胡作非为这样子。哦，就是搞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是差不多了，就教官没来盯，我觉得哎，现在教官不在，赶快要干嘛干嘛，搞些有的没的。了解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开放给观众留言。
大家在两个聊天室都可以留，就是你想要看到哪一个高中的校歌，因为刚刚滑过去大概29间，对，那你就留言，然后如果刚好那一个学校又有人投的话，我们大概可能会随机挑一首放给大家看。对啊，如果线上刚好有你们学校的话，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放给大家听。啊，不确定有哪所学校，你可以下载我们的那个 ET News APP， 对，直接去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就去看一下。我刚刚以为会有我们育达的那个，哎、欸，有育达的吗？没有啊，没看到育达报名，育达可能那有树德的吗？树德的好像树德也没有，我觉得报名的好像票数也蛮高的，道明有20000多票、哦。对，因为而且我那时候有经过道明，然后骑车三家有都有经过道明，我觉得他们那边的女生平均水准都很高。哦，真假的？不糊。那你们树德呢？也是很高，因为我们其实树德女生也是男女生的比例也是女生比较高，这边也蛮多的。好羡慕。所以我才特别去读这好，我好羡慕学校有女生。你该不会是读男校吧？我念男一中啊。哦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男一中还是纯男校，100%。因为现在开始有一些男校或女校会混一些女生，会他的资优班会收一些异性，但是都没有。那你们学校附近还有其他就是女生很多的学校？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叫长荣女中。蛮有名的，那你们是不是下课通常都会去那附近喝杯咖啡，买个晚餐之類的？哦，我们会去送饮料。哦，送饮料。然后台南还有一间很梦幻的女子高中，叫做嘉琪女中。嘉琪女中的制服被票选为全台湾前几名的水手服，就是很漂亮。然后我们都去送饮料，然后我们就送饮料。然后因为月考完也会提早结束，我们就送饮料，然后还被教官赶。因为教官都知道这些男生是来送饮料，就是这样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们育达也是，就是全台湾制服排名前几名，因为我们育达的制服是那个紧身窄裙，窄裙，然后上面是白色的那个衬衫。哇，所以腿会很长，看起来很有气质。然后对，看起来很有气质，然后又是深蓝色的，有点像空姐服。听起来很猛哎、欸，很猛。可是我们夜校，我一开始进去过，高一的时候还有穿，后来他们就说夜间部太危险了。哦，因为夜间部有些后来是不是都改穿便服？对，因为我们越改越短啊，大家在比短了，看谁越短越紧越好、啊。就后来制服发下来就只有上衣，直接就不穿，但是连上衣都没有，直接变成上衣。所以那一阵子卖蓝色内裤都缺货啊，都被我们学校买走。哦，不是啦，后来就规定夜间部不能穿裙子，不能穿裙子，就只能说那是穿长裤吗？还是自己便服的裤子？穿那个长裤，就我们学校长裤，然后后来我们班的女生几乎都只穿体育服，然后那时候流行垮裤，我们女生都在买3XL 的穿。你是说很 freestyle 的垮裤？很 freestyle， 很垮，也太大了吧？就是故意穿很大，然后很垮，然后上衣穿很紧。我那个年代其实裤子他们都特别穿比较紧，紧紧的比较好看的。真的、哦？对，我是国中的时候穿紧的，但是到了高中大家就是在比谁宽。那我以前很皮，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就是。女生走在前面就脱她裤子，很尴尬。她说我连内裤一起脱下来怎么办？如果我是你们班男同学，我每天都尾随在你后面，哇，对啊，看到一些漂亮的我们班女生班呢、啊，而且只有熟了你才敢这样做，而且你会知道她是穿那种四角，你才敢脱。哦，你要先调查好了。对呀、啊，谁敢脱呢、欸？对，以前有些国中女生，她们好像都特别喜欢穿四角，就是舒服，穿起来比较舒服嘛，而且比较有安全感嘛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们脱下来，然后发现没穿的，太好，又少一个朋友。然后男生看到会很失望，哎、欸，居然是四角的，可恶！而且还这么写皇帝，写皇帝也太丑了，太丑了吧？红内裤打牌再穿的那种内裤，是恭喜发财，穿爸爸的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不会穿这种，应该都穿素面的比较多吧？对对对，穿素面那个太夸张。有人留言吗？因为我这边看不到，有没有留言要看高中歌曲？嘉琪，现在有在票选、啊。百灵，嘉琪跟百灵，对对，帮我们念一下，你念一下有哪些学校参加比赛的？我看到有杨子高，我从上面开始念好了，从一开始的雄女，然后还有星星高中、竹林、上海台商子女学校、桃园高中、正升高中、大湖农工、大同高中、在兴中学、明伦高中、东山高中。松山嘉商南山高中、南光高中、建国中学、石宇高中、阳明高中、复旦高中、富华中学、杨子高中、双溪高中、新竹高中、威格高中、道明中学、曙光女中、新竹女中、银海中学、蓝洋女中、成功高中。好，29所。如果有大家想要听的哪一所高中的话，有南山高中吗？大湖，哎、欸，他说大湖农工、欸，哎，大湖农工。刚刚我们是有念到大湖，我们刚刚有念到吗？我们好像有念到大湖，大湖在苗栗。哦，那我们要直接放吗？南山都有，要放吗？还是我们看有没有哪一间是重复的，还是都没有？就两个人以上的，好像没有、欸，哎，建中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建中的毕业歌应该会很强哎、欸。
为什么？為什麼因为建中就是你知道这种省中啊，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叫省中，就是那种每个学校省中都是最叛逆的。嗯、像建中还有那个叫什么师大附中，嗯、都是他们号称很自由。然后你知道我暑假辅导，我以前高中的暑辅啊，暑辅不是要去大概一个多月才会让你放暑假，我暑辅一天都没去，因为其实暑辅这个东西啊是根本不用去的。那他是有额外收钱吗？你收钱就算学分是没有？很少很少，他高公立高中暑辅只收两三千块、啊、就可你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去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去，但是私立高中都会逼你要去，你如果没去就打电话给家长。还好吧，可是我读私立的时候我没有暑辅、欸啊、所以你也没有？我是没有、啊、那你不错，对，我那个暑假都在打。我是我们有暑辅啊，我从来不去。然后还有那个我每天都迟到，我可能每天都八点才到学校、嗯、然后我偶尔、哦、我只要偶尔一早到就准时什么七点半到好了，全部人都会吓到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这么早到？欸、俊明今天来了，是不是今天有小考？啊，我就早到一天是怎样？这样子，真的、哦對，就是他们很，就是我在念一中的时候，他们很自由，就不太管我。嗯，但是我知道，其实假设像到二中一样是公立高中，二中可能就会被管。哦、嗯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建中有可能会很呛。可是说明建中就是填出来的词很文青。哎、欸，松山三票，那我们放松山的哈，松山。好啊”松就是在那附近嘛，对对对，信义区，信义区的附近，松山车站附近，松山高中，我们来听一下吧。好，我们等导播找一下。哦、要找一下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继续聊天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你们有曾经啊、哦、有了、哦，松山的，那你们有？他好像是松商，好像是商，松山家商，松山家商，不好意思，松山家商，松山家商。因为有另外一家叫松山高中，在哦不同间、哦，松山高中也蛮好的。嗯，松山家商在哪里啊？我只知道松山高中，还有松山工农，没有都有，还有松山工农哦。所以松山系列都有报名，有至少有三间、欸。是啊、喔，那都在松山吗？家商 OK 了，好，那我们来听松山家商。说他 never give up， 这个是松山家商的，对，而且松山家商感觉听起来蛮有质感的，蛮有质感，有进录音室，有进录音室，比较专业。对，其实蛮羡慕高中就可以做这么蛮有质感的作品的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高中生过的是浑浑噩噩，对、啊，就是一直在念书而已啊，不是念书就是去网咖，我高中都是泡网咖、欸，或是男生会去打撞球，对对对 对， 對， 對，撞球就是那时候会觉得打撞球很帅很酷干嘛？真的、哦，你们是觉得很帅很酷才打？没有，是真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对面就是撞球场，然后觉得会打撞，有些女生真的觉得会打撞球男生很帅。啊，真的、哦！就那时候就会苦命死命练、啊，然后觉得哇，这个姿势，姿势一定要标准，就算打不进，姿势一定要标准。真的、哦，我是不是为了把妹，但是我也会打撞球，哦、我先打两个小时撞球，可是你的然后再去网咖。那你会先把肉放在肚子上，放在桌上、啊？那个时候比较瘦，哦、对不起那时候大概比现在瘦二十公斤。那是为什么变？现在变比较？其实现在生活比较，我比较满足一点、啊，现在吃比较好，现在想吃什么都买得起、哦。因为高中的时候比较穷，对，高中就是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那时候一天的伙食费可能就100块啊。现在自助餐可以加鱼，以前都不能加。
样。我现在想加什么就加什么，加金箔哎、欸！我现在会讲一讲说啊，这样才300哦，啊再加一点。哎、欸，以前早餐店我连饮料都不敢买，我只敢点一个，对对对，50-20块就搞定了、欸。你知道以前我会在五十兰面前徘徊，因为觉得很想喝啊，又很贵，因为五十兰要30-40块啊。这边也要23，没有、我是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只敢点基本的茶类，我只敢点那个清茶绿茶，30-40以上，35-40啊、嗯。然后对高中生来说其实蛮贵的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就你不如拿这个些钱去多吃一碗洋葱面还比较好，对，高中填一下肚子。就是高中一来是生活比较规律，然后二来是真的你有餐费限制，你就没办法吃到很夸张。哦。对，不像现在很放纵啊。对，现在是你看得出来很放纵、啊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我想跟你们聊一个议题，你觉得啊，高中，因为其实很多人的不同管教方式，你觉得一直压迫学生念书有没有用？嗯，我是觉得看个人呢、欸，因为我本身的话，我其实本来就高中不太爱念书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有跟我妈答应，就是我高中让我自己念书，但是学费我自己赚，所以可我那时候比较偏向、就是哦，你高中就自己赚学费，就自己开始赚学费。我高中之后就没跟家里拿过钱。哇、哦，你们两个都是哎、欸，对，但是我是第一桶金也是20岁，没有，我没有存那么多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本身就是都是靠打零工在赚的，就是可能去超商啊，去什么饮料店，那时候时薪70-80慢慢赚，然后省吃俭，我那时候超级省。我连打网咖都是去那种超级便宜的网咖，就那种你知道高中网咖很便宜吗？以前那个时候大概是不是没有8小时只要100块，还送你一杯饮料，送饮料对不对？对，还送饮料超便宜，那8小时100。对，所以你一包就是包8小时。我一包就包，就是我一个礼拜大概只会去2天，那两天就因为你1小时1小时打很贵，你要就一次包8小时，就是哦这个1到5平日下课去打工，打到爽，然后假日就网咖打到爽，那感觉真的不一样。真的、哦欸，你们两个很上进耶，高中。我大概拿、啊、跟家里拿钱拿到大3大4，你这个废物，没有啦，还好吧，不一样，我觉得。但是其实你可能拿这些时间，你去多念点书。可是我因为我念的是交大嘛，算是还不错的学校、嗯。我真的觉得，其实我在念，我真的觉得在阶级复制，就是我们真的念我们那个学校的人，家里都还蛮有钱的，都是青椒很多是家里爸爸妈妈是教授，或是。爸爸妈妈在竹科工作，嗯，对，台大其实也很多，就在阶级复制。那我所谓的阶级复制是他们就是有钱人，所以小孩子也没有学贷，然后也不用去打工，哦，没有烦恼。对对对啊，如果青椒的学校打工的话，有的也是会去家教，家教钱就蛮多，哦、家教很多，一小时可能会有500。我有听过，我一个高中同学，他念台大电机，他在台北的家教一小时是1000块，哇！然后他说他一个月随便兼一兼，一个月就有3-4万，就跟上班族差不多。而且以前我们是做到要死要活，你一天下课5点下课，对不对？你6点打工到11点，然后一天才3-400块，对，超级少。而且家教的 kimoji 就家教的感受跟打工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打工就是人家花钱嘛，你就是劳工被，对，你要做的要死要活。但是家教是这些家长还巴结你，还请你吃水果，哇！你教到我的儿子今年的学测就靠你了，对对对，我女儿的这辈子都托付给你了之类的，那会不会有带出像那种学生是希望家教陪他玩耍的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我听说好像有、欸，就是可能他可能就是给老师钱，说老师我今天钱给你，多给你1倍，那、你让我出去玩好不好？赚了2倍，一定有，我觉得妈妈给一笔钱，学生又再给一笔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我有听到，我一个朋友也是交大的，然后他也是家教，然后是新竹家里超级有钱人，然后他家教完之后有一天。他那时候不是他家教的时候，但他的学生就是好像去翘家，然后要去见网友，然后翘家见网友，然后再搭高铁嘛，有钱人翘家见网友还坐高铁，结果他搭到在搭高铁站的时候，他妈竟然就打电话给高铁站的站长把他拦下来，你就知道他家多有钱，太夸张，超夸张，我说哇太扯了吧，就是。但他人生整个被控制，其实很可怜、哦，就他爸妈太有权有势了，你去哪里都会直接被拦下，就是你没有所谓的自由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听到那故事，觉得哇，其实有钱也不见得很开心。对啊，其实我宁愿就是我自己打工赚钱，累一点没关系，但至少我是过我想要的，就是钱自己赚。对对对对，真的是哎，好恐怖，还可以打电话给高铁监控，那个我听到，我觉得很夸张，超夸张。但是他们就是很好，就是你是家教老师，他还付钱让你坐计程车去他家上课。哦，就你连车马费，连车马费都是算计程车钱，还。不是算什么公车钱，而是捷运钱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蛮猛的。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高中生都玩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讲，我们就打电动嘛，然后什么当网红啊，然后去网咖。现在高中生听说都在玩指尖陀螺，就看你的影片之后都在玩指尖陀螺。可是我记得是高中生啊。其实不一定吧，因为我觉得指尖陀螺是任何一个年纪人都很爱玩，因为你就是煞时。可是我觉得最近有点退烧了，因为。
我最近有我最新拍的一支指尖陀螺，点击率比较低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退心。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这样。你有玩过吗？我有玩过，我有玩过。你现在指尖陀螺的时候，你还在闪电狼吗？对，但那个时候我刚好看了影片，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有去我们家附近那个，我真的有看你的影片，为了你的影片特地去借一组来玩。没有，是我们店长AD 嘛，我们店长 AD 红，他是真的很喜欢玩这个，对，他是真的有买，然后放在训练室玩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指尖陀螺很特别，它是美国队长的那个旗子，这个很棒哎。这个很可爱哎，这个他还因为很多家都有出这个，然后你干嘛转中间啦？你转错地方了吧？转中间很像在那个哎，很像在那个催眠别人。其实我真的觉得直接陀螺很无聊哎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但这个容易摔坏吗？因为我不知道，很容易摔坏，因为它里面是培林。嘿，那培林啊，像我这颗就是没摔到，这颗是顺的。然后为什么？你转就知道了。但是你看你被我转一转，而且我这颗就比较不顺。那你用你在转的时候，你手会抓吗？因为我会抓，我会抓。我是不会啊，我会觉得他们要看。哇，这个好烂哦。对，那个很难用，那个哎，就是好好用哦。指尖陀螺要看几个，一个是培林的好坏，有的是日本培林、台湾培林、德国培林、大陆培林。那好的培林，像德国培林，一颗可以到三五百块，但是三五百块就是它可以到几万转，它都还是很稳定。几万转是什么？就是转一次可以转到就是你的转速可能到几百，一分钟几百转、几千转，它都可以撑住。哦，然后几万转是更快，就对了。几万转是比较难的，但是他就说他有时候号称极限，因为有时候要用风枪、喷枪去喷它，它可以到上千转。哦，对，你看像这颗就不好，正常啊，越好的培林转起来是无声的，给大家听一下。你看好像有点在转的声音啊，你们听到？那我试试看我的。声音越大，代表培林越不好，因为它在磨损。培林或是公差越大，它在磨损。那你们听我这个。你这个超大声，对，你这感觉应该已经摔到了。我们这三颗应该是黑色的，这颗黑色最好。好，我试试。你看它比较顺，比较小声，声音比较小声，比较小声，对，比较小声。因为那个是我拍了很多这个的影片，然后有稍微去研究它，跟朋友一起研究。然后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男生喜欢了，女生好像没有很喜欢。那指尖陀螺为什么会忽然红起来？那个时候，因为觉得很其实以前像我如果是学生的时候，我是转笔来输压。对，因为就是一样的概念。对，其实就是一样概念。他们就说叫做。EDC 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注意力可以去更集中，集中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焦虑嘛。你看我们在上课就边转笔一直转，就是你下一次做一个事情会让人体自己感到放松。可是我看人家转我会很遭遇。对啊，很多这种 EDC 的动作别人看都遭遇，像抖脚。抖脚，别人抖得很，对，很，自己抖得很爽嘛。然后家长看你们抖，就打你，打你的脚，搞什么东西？男抖球，女抖借这干什么？对，所以其实很多都会这样。但其实会不会指尖陀螺？就是如果你是国高中你在玩的话，老师看到会不会没收啊？应该会吧。什么问题？我觉得会，我觉得。那我觉得，尤其是你走，你可能刚好被人掉在地上，然后在上课秩序整个乱，在老师说：“哎，你给我过来拿这把指尖陀螺。”因为我记得我指尖陀螺影片下面有疑似是老师来留言，然后他说他快要发疯了，全班都在玩这个。真的，我觉得如果全班十几个人在玩，崩溃了。是你害的，就是你害的，拍这个影片。他如果不玩，我如果我没拍，也会有其他人拍啊。你就是带动风潮那一个，你就是战犯。所以我下次开头还要说，请十八岁以下的同学们不要在上课的时候玩哦，记得下课的时候才能玩哦。对，然后这样我标题还可以挂十八禁。然后结果下次就换大学教授打给你，大学教授在下面留言了，就全部都要来找我就对。然后听说今天我们要来比赛指尖陀螺，就是两位要比赛，那我们这个就先淘汰，因为它太烂了。好。还是我们都用同一个比较公平好了，同一个好了，那我们就用黑色的。这个黑色很棒。其实我觉得不公平，因为他毕竟比较专业，我是初学者，其实不一定，我应该要用比较好的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那个谁啊，叉烧，对叉烧，不然你用好的啦。那你用你要用、那我输了会有惩罚之类的吗？两页的，你用桶的、哦。对，输的就赢的可以抽一首波毕业歌。Hey, 你可以那个哦，选一首我喜欢的，对，或者选一首你想听的。不过好像没有你的素德加上，我刚看没有。对啊，那我们同时转好像比较省时间。OK， 好，来，好，这样可以看谁先停谁先。我怕我天分太好，转到节目结束前还没转完。我目前看手转，对，最好的时间通常手转最多大概9分钟，9分钟。然后正常呢，能够超过3分钟就算很好的时间陀螺。正常是1到2分钟。那跟我的技术会有差别吗？手劲，你一开始手要按住，然后去转它。哦，所以我们等等是在桌上这样转，是在桌上这样转。那你是要在头上？我以为是要放在手上。你在手上转一定是更理论上是更快停，因为你手会有一个偏差，因为我手会抽。对，会偏差，那边边就会有力矩。OK， 了解。它就会去 K 到它。好，那我喊呢？好，你确定 Wings 你要在这个位置，还是你要中间？没有，我在这里哈。对啊，这样我们较稳。OK， 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那我觉得我的好笨，转错了啦！等一下，我有转错。你是智障吗？你要这样子？哦，没有，所以啊，他刚才这是战斗陀螺。你白痴啊！
好，你童年都在打工，对，我要打工。不然在比赛结账。比结账，我念迷你快我。欢迎欢迎，你好，你好。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。你知道吗？通常刚刚那个动作是在做什么？拿十块钱，然后这边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超拿手的。十块，我的天哪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要压住，你要压住，好，好，好。一，预备开始。好，我真的感觉不一样。你不觉得这样很疗愈吗？看他转很疗愈、啊。对不起，我觉得不疗愈。其他人看得很糟，没有像我看我自己这个，我觉得很疗愈。看一眼我就躁郁起来。啊，看别人就躁郁，看别人就躁郁起来。你这个好烦啊！别人转来给我停。我不行，我看到这个不行，我宁愿转笔。你有看过《全面启动》吗？没有。《全面启动》最后有一幕就在转那个陀螺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然后后面后来就有人把它改成是在转指尖陀螺，超好笑。转陀螺我还不如打陀螺、欸、我觉得我的很稳欸、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快挂了、你好像有点看到对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肉眼还是看得出来它的转速，对，而且位置用的是好的，对，我觉得剛剛我觉得技术一定是有差别、啊、但也有可能我这颗很好，只是刚刚听声音听不出来，嗯，对，真的我有跟蓝心有同感，因为我觉得看这个会躁郁，我还不如看电风扇还凉爽，对，还可以对着电风扇讲话，对、欸、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对电风扇觉得超好玩、欸、真的欸，原来大家都做一样的，你们是一起长大，我们是兄妹，对，高哦，你们是兄妹，兄妹我看应该也是，没有其实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杰林是读国中的，我年纪稍微大一点、没有，因为我留级十年，哦，原来是留级十年，哎、是不是快，哎、为什么快停了，但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手劲，你平常没有在抠弄一些东西、啊？对，我平常其实没什么在玩这种。抠弄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抠弄什么东西？指尖陀螺。哦，会抠弄指尖陀螺。可不可以讲清楚啊？我看一下，所以有很多观众觉得躁郁，可是我觉得是因为玩指尖陀螺觉得很舒压的，不太好意思承认。我觉得没有。你知道有一次啊？有一次我们在玩，上一次我们在玩，哎、你都要停了，你都要停了，哎、你的真的要停了、欸，哎，我的大概还可以转三十秒、欸，这样我应该没救，应该在十秒内就没了。好吧，那我来抽，我来抽签，好，我来帮你拿，放毕业歌，来看可不可以抽到。哎、他们说达瑞文的 Q 也是指尖陀螺，他是这样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看要放谁的。毕业歌呢？哎呦，道明中选、哎、你知道其实我刚刚如果我赢的话，我也想选、你选道明，真的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道明啊，道明票数有两万多票，两万多很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选道明吗？为什么？正妹几率比较高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哦、还可以顺便正妹的 MV， 不仅听音乐，还可以顺便养眼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待会我们让导播他们找一下好了。还 OK， 还没停，可以的，你的还在转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转当中切入到道明的毕业歌。好。常想起的上课钟声，像是时间追逐着青春，系和领带，闭上毕业生胸针，书桌上布满点点凹痕，正在的回忆多深，而此时此分，努力熟悉的空气又逐好，刚刚看到真的是蛮多正妹的，而且听那个 Wins 说，好像他们制服有改过。因为看起来，我记得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。原本是很，我记得以前的裙子再短一点点。真的假的？哎呦。不过有可能是因人而异啦，因为有些人高中女生不是有些觉得
裙子太长不好看，他们刻意把它改短。对对对，有些人不一样，像我国中就是裙子就已经很短，我国中连体育服的体育短裤我都要折短，那个都可以短，那个都可以修短，那个我倒是没遇过，我就是故意很短，那接近泳裤的长度了，就是要有那种有一点斜，就那个线条，那个线条然后折，然后我们还会把那个裤头不是有那个松紧带，松紧带再往内折就更短哦，整体看起来很娇小，就脚很长这样，对，而且看起来是会比较瘦一点，对，那个比例会比较厉害，比例会比较好看。我们刚刚忘记请 Wings 先签名，跟大家讲，今天 Wings 签的地方很厉害，除了一张那个我们的字卡是要放在后面的，另外呢，他签在他的衣服上，这个衣服呢是我们为了他特别去绣的，他上面写“英雄联盟的精英”，捞精英陈鹏年，对，然后旁边是他的树德加上。其实我对这个学号有点不满。不会啦，很符合87877，很符合你87的风格、欸。有吗？有这回事吗？他会在这件衣服上面签名，然后抽一个聊天室的大家，然后送给他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穿这个制服蛮好看的。好好看啊！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学生制服看起来都会比较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点啊。没有啊，我穿。不会，你穿现在是蛮年轻的。你穿就是像就是。而且我穿会很像那个、欸。现在签，现在签。我觉得我穿会很像郑恩呢、欸。郑恩是谁？就那个、啊、北韩。啊，今因为他都穿卡其衣啊。我不要接你的话。你带飞弹就过来，我就一直在旁边，你也会被炸到。不要不要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录到一半有飞弹飞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在看那个 YouTuber 的影片，然后说他们去北韩玩，就是想去看北韩是不是真的就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子，然后就觉得整部影片感觉很阴森呢、欸。因为北韩，可是去北韩通常拍都是偷拍、欸，你他们都去就是观光景点，有人带那种地方拍的。哦、然后他说真的每一个那。种表演，他们都笑得很鬼。你说人家死气沉沉，对啊，他们这样，好有人就那么北韩的小孩子表演都是这样笑、啊，对，很恐怖哎、欸。我靠，好可怕、啊！而且我就看了心情会不好。对啊，就你会觉得怪阴森，你好像在看恐怖片一样，恐怖那种纪录片。没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 Wings 很可爱的签名，欸、你签名很可爱，但是为什么这么小啊？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因为我签名我习惯，我不习惯签太大、哦，我不喜欢签太大。哦，7月28号。哎、欸，有一个聊天室有一个听说跟你挺好的一个人，谁？哦，这个是不方便说，哎、欸，不方便说，对对，不好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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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现在他们两个要比赛哦，比赛，这是我们新买的桌游、欸，这个很好玩，它是盖建筑，然后他们要分别把自己的头上挂着一个类似我们的，那个叫什么机啊？那个启动机，对对对，然后。不好意思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我在灵感，我在想。OK，看你这个样子，知道你是老江湖了。老江湖，他们呢？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好了，不管糖糖先记一下，不管可不可以哈。等一下呢，他们呢这边各自有自己的塔，然后呢要用头上那一根东西吊住这个，然后把它这样子放上去。谁掉的六个最快？那倒了直接输吗？我们就算一分钟吗？还是算一分半？的时间看谁可以盖多少层，你弄完就可以去挖别人的哦，挖别人的哦，所以要抢，挖别人也太简单了吧，一下就撞倒了、啊，对啊，他是说挖别人的这个掉，就是等于、哦、你如果太慢的话，我就把你弄掉，然后一分钟，两位请就战斗位置，一左一右，你们是左右右，这个赢了或输了会怎样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输的很惨哦，等一下会有一个人要带扩嘴器。是我上次在扩嘴器哦。是的，就你跟丁特的扩嘴器。那会不会有口水啊？有丁特的口水吗？哇哇，赚呢！赚呢、欸！我觉得不赚，我不想要，我没有兴趣。你不管挑到谁都会有口水哎。我觉得我比较亏，因为你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中自己的。对啊，我有一半是我自己的口水。对啊，没错。那还有口臭这样。好恶、喔，他没有洗过啦。我有洗过，好了。对啦，来，你们两个一左一右哦、喔。好来哦、喔。计时一分半，好不好？谁帮我们计时？我们念时间，帮我计时哦、喔。好。再进来一点位置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好，预备开始。这时候应该来点音乐的、啊哦，这个有点困难，这个好难哦，啊，好难哦，直一点，头要这样子，头要高一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、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对 对, 對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没错没错，对，这样才能够。有了有了，位置一个，位置一个，我抓到那个诀窍嘞，来来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好难啊！哎呦，我玩一下我头就晕晕的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？你是用豆鸡眼玩吗？哎、okay. 欸，他盖了，盖好一个了，九妹。九妹别紧张，别紧张，顶多就是带扩嘴器而已啊。反正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是你自己的口水啊。你勾起来之后要往后、往前、往上拉。因为我看不到对面的孔在哪里啊。没有，你其实用感觉的就好了。它孔其实蛮大的。那你就用内侧勾啊。有了有了，九妹也一个了。但是 Wings 已经两个，Wings 要三个了耶！太快了啦，超快的哎！
可是为什么你的塔有点斜哦？没事没事，不会倒的，不会倒的。我的天啊，好紧张啊！太快了啦！我九妹也上手了嘛，你还蛮快的嘛你。还行还行。还行吗？还行。我这个好像有点斜斜歪歪的。对啊，你要小心哦，因为它太斜的话可能会倒。我最后一个了，你最后一个，你看可不可以去抢九妹的？太快了吧！现在时间到多久了？可不可以不要发职业选手来玩这种东西、啊？118秒了。欸、我跟这个没有关系吧？平常都是用头来打。稳住稳住稳住。哇！抢到一个，抢到一个，这样你确定赢了？对啊。哦。7-0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倒了怎么办？我说你其实可以吊着不要动啊，不行，是不是我一定要好好的挑战。哎呦！啊！耶、啊！逆转，逆转！我就叫你不要放啊！我先跌到练场，那我一定要赢。我叫你不要放，你硬要放啊！来，请上锅水器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行哎、欸，其实这样应该都是，我觉得我算输一半而已。我觉得你应该也要一起被惩罚。这样比较公平。好了，我陪你了。你的一起。那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意义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像怎样都要两个被我刚刚有劝他，他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我不用，我不用，我不用，我不用。阿妈带扩水器干嘛、啊？吹蜡烛。哎、欸，我这个还要带着吗？都拿下来了。拿下来，那拿下来吧。带、欸、这个超强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对。对嘛，一人一个。是没有开过的。来。那运行用没有开过的好了。运行啊，那你运行用这个，你自己拿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用？我有点忘了、欸。我教你哦、喔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卡菜渣，你有没有看一下？现在完全没有。那我也安全的。啊，你还 OK？ 我只有点龅牙。这样子，然后往内凹、啊，可以吗？往内凹。这样子往内凹，然后号二号。嗨。哎、欸，我是凹出是这边吗？对对对，往内往内往内，对，然后放进去。你吃下去啊，放在嘴唇里面呐、啊。快、啊、点。对对对对。好厚哦、喔！哎呀。这好难放哦！对，那很难放。好烫 啊！他没有镜子，他没有镜子。应该是生的在里面的，应该是生的在里面吧？是生的吗？我就往大一放。因为生的才能够那个这样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啊，下个啊。这样也可以了。要这样抽烟是不是？不要乱讲，我们节目是优质节目，不是那个。你会痛吗？我觉得有点痛哎、欸。有点痛。对呀、啊。我还好，因为我嘴按你大。我现在讲话好像认识啊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搞不好你我这样讲一讲，好、啊，我是荷丽莎大丸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说什么红鲤鱼、绿鱼？哎、欸，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很认真在讲话，但没有没有红鲤鱼、绿鱼、绿鲤鱼。好，你们两个谁剪刀石头布先吹？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先吹。好，我先吹一个吗？吹三个。吹三个，真的假的？你在这边吹，这样镜头比较好拍。太简单的啦。哈哈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应该要喝点口水？给他卫生纸，卫生纸急救。我跟你讲，的形象都没了。我待会的策略就是直接用口水啊，那爷爷。没有，你真的会受不了，你口水真的会流出来。太多口水了，现在就想要流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流了。九妹，我跟你讲哦，刚卫士啊，他虽然他已经过关了，他算很厉害、但是你其实正确来说，你是要在这边这样。不可以靠到这上面，好不好？因为在上面会有口水真的流出来了。没关系，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形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给 Wins 打光好了吗？我也想擦。好，请擦，请擦。那我要吹哦。要吹了，打光，他要吹了。OK 啊，开始。有带到镜头吗？有。有。哎，你好，你好猛哦。好累啊！但你吹的比我还要快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吹很快、欸。厉害啊！你很会吹、欸。你那个肺活量很够哦，平常有在练习哦，欸、这么会吹。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平常都会吹一些东西啊。对，平常吹什么东西？好想知道。制作人说的，我无法反抗哈。你有特别准备怎么办？就想一个喽，不然唱个歌啊！你唱个歌。你最会什么？丑八怪。好。车个盖呀呀，能够给个更加开，我要的爱呀呀呀呀，后面我就忘记歌词了。他这个造型很像那个以前美国一个橘子，然后被人家放那个牙齿。好超像的，我再拿下来啊！我觉得你要像那个恐怖片里面的那个杀人魔啊！哎、欸，你们俩可不可以就是
容我一个小小的心愿，你们两个戴这样子，然后玩黑白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好，其实应该 OK 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一人站一边哦，好，一人站一边，来，黑白配很猛哦，黑白配很猛哦，超强，超强，我很会切，我很会吃黑白切哦，我黑白切，我很爱吃肉，好吃好吃，来来来来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我们这黑白配啊，黑白配，黑白配啦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擦一擦，擦嘴巴，擦一擦。啊，都是丁特的味道，都是口水。什么都是丁特的味道，你们讲这样子很青涩。下次会有人在说，都是丁特跟酒吧。你们很会吹的对象。说 Miss， 你这样讲话就不会有大舌头了。你要不要把这个戴回去？我说就是人家是戴牙套矫正牙齿，我戴这个矫正我的大舌头。哎，你这样子就会回去开台，我一定是懂以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好，那我就把这戴回去好了。我一定懂十块。好。现在呢，快请那个 Wings 在我们聊天室里面签名，签名。我们等一下请他脱下来签。因为你签了就要脱下来。你要那个选一个人，然后送那个你的制服。不能不能选那个很熟的。哦，不能选很熟的。不能选很熟，尽量也不能说不选呐，就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。好，那我看一下。可以刷一下，往下刷，谢谢小编。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有没有？哦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很认真在看。好，看一下。那个什么杨逸修好了，刚刚上面的杨逸修，有一个杨逸修，那个大王的脸太好笑了，就是他了。好，恭喜杨逸修，大王的脸太好笑了。恭喜你！要记得到我们凤梨不累的粉丝团留下你的联络资讯哦。我觉得超好的，超好的，看它的味道啊。对呀，原味香的原味衬衫。谢谢我们今天谢谢 Wings 来我们节目，谢谢杰林，谢谢九妹，下次再来玩哦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礼拜同时间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